的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，太了解你。一看镜头，回回回回回。好，眼睛追着我的镜头，眼睛追我的镜头。你眼睛怎么没结巴？又不是说的。大家应该看到我的结巴吧？对吧？就是你对周雅讲一句话，周雅我爱你。又要讲完。我们已经进了太多，然后换一个一个。笑成在海盗船上讲。对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停说，他说是他就讲20次。我操！我跟你讲，我都不用做的，我都用做的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，太了解你了，我都用做。那怎么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哇塞！哇塞！这卡我来做，老板，哎，是啦。哇塞！太多人看我，我也要。请问万庆最支持的成员是花玲，两岁想要看到花玲拿出的角色是卡莉，最支持的万庆选手是刘千耀，刘千耀为什么喜欢刘千耀？因为他是我的学长。最喜欢哪位成员？最喜欢花玲，因为我不会打。最觉得脚最臭的成员是脚最臭，因为要成员吗？对。好，把打的画面剪掉。好，打马赛克可以。看一下弯体，你最支持的选手是？觉得宿舍最脏的成员是？不好说。最喜欢哪一位成员？最喜欢图拉。为什么喜欢图拉？问一下，你觉得仅有的内裤是什么颜色？最懒得洗衣服的成员是？朱拉拉。最喜欢的弯庆成员是？我自己。为什么喜欢自己？完了，答不出来。最受不了的成员是？坐在我旁边。谢谢粉丝们一路以来支持。今年君子之多，谢谢。虽然那个图案很烂，你还是都帮他加油，不然他会一直哭。就别吵。我先看一下。看一下你的裤子，你的肚子是怎么回事？可以换吗？